跟特别来介绍。那么杨就是咱的中光壮丽啊，我一个好朋友来收听，包括咧林丁，包括咧西丁，这不是重金的，这是一金的，这是一金哦，能够精益无价。呀，再次感谢咱的董事长哦，咱就是咱的余顺金，这是从细汉我看大的，也是讲咧想哦，我是孙阿伯，所以讲今晚啊来写这杯啊恁的暗话，爱你咱李董事长吼，咱的九号出战哦，咱的议员戴德义，咱洪帅家己盛装主持啊，咱的李家豪和李董的啊，祝贺我照顾在过。啊！李大哥是做兴隆，所有做个戏团要这样做。那么今年，哦，我发挥一个暗暝年啊，希望咱大家都会当来遮啊，有这个机会表演。再次感恩咱董事长，咱的董干事会，咱所有过去的代啊，咱的董干事甲咱现场啊，咱所有咱的这个啊，共同一同来，咱的节目继续开始，会用专业的录影，交到咱视讯传播。谢谢啊，多谢。好嘞，谢谢。继续来给咱安排下一个节目来。